今天您不得不知道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湾房价近年飞涨，有颗瓜牛房贷负担真的是越来越沉重了。根据房仲统计联征中心资料，今年第一季全台湾房屋贷款平均建估值呢是高达了1355万元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以30年期本息均摊来试算，高屋的民众每个月的房贷高达了4.1万元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计总处公布了今年1到4月份全体受雇员工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.6万元，等于说呢，这样子一个薪水啊，几乎全部都要拿来缴房贷，压力真的是非常的沉重。台湾房价节节攀升，根据统计，今年第一季全台房屋贷款的平均建估值高达1355万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对比2019年同期5年内大增235万元。而全台比一比，高雄近5年平均建估值涨幅最多，桃园跟台中也很惊人。股市的热钱呢，也持续的溢入到这个房地产市场。政府推出新青安的优惠贷款之下呢，那在买方呢持续的这个支撑力道加强之下呢，房价自然有相当的这个涨幅。高雄的涨幅会较高呢，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进驻。房价涨得比薪水快，民众购屋负担似乎越来越沉重。如果以今年第一季全台房屋贷款平均建估值1355万元，两成自备款，房贷利率2.18%，采30年期本息均摊，试算下来每个月要承担的房贷就要4.1万。但根据主计总处公布的今年1到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.6万元，就算薪水达到平均值，想买房也很难。很难呐，因为你要贷款，上班族的薪水你都不吃不喝啊。如果家里面没有资本让你去利滚利，你就比较难透过白手起家去买房。想当有壳瓜牛，却又扛不起房贷，如何挤出钱买？低薪族只能望无形探。记者陈林盖尔蒂台北报道。